伊拉克陆军换装 T-90 坦克，美军 M1A1 坦克遭启用，美媒实战会证明。原标题：伊拉克陆军换装 T-90 坦克，美军 M1A1 坦克遭启用，美媒实战会证明。在前不久，俄罗斯媒体证实，伊拉克军方已经为陆军第九装甲师第35机械化旅内的两个营换装从俄罗斯采购的 T-90S 主战坦克，而之前该部队从美军手中接收的 M1A1 主战坦克则遭到了弃用，除了少量给其他陆军装备以外，更多则送入仓库进行封存。距离上次伊拉克军队采购俄制主战坦克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目前换装 T-90S 的部队最初使用的就是俄制 T-72 主战坦克，虽然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没有驾驶俄制主战坦克，但是对于 T-90S 主战坦克装备并不太陌生。伊拉克军方也认为，在完成换装之后的伊拉克装甲部队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并且投入实战。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陆军装备的俄制坦克装甲部队在面对以美军为主导的多国联军部队的时候，基本处于全面被压制状态。虽然美军拥有 A-10 攻击机和 AH-64 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支援，但是 T-72 主战坦克在面对美军和其他北约国家的第三代主战坦克时没有任何优势，除了战术落后以外，更多还是因为 T-72 主战坦克的性能缩水。但是俄罗斯在两次车臣战争中自用的 T-72 主战坦克遭到了灭性的打击，再加上西方媒体的推波助澜，导致俄制坦克在国际军事市场的名声一落千丈。这也使得俄罗斯不得不将 T-72 坦克改进型换了一个新名字 T-90。 伊拉克总参谋长奥斯曼加米米表示，采购俄制 T-90S 主体坦克将有助于增加伊拉克陆军装甲部队的作战能力，这主要还是因为美制 M1A1 主战坦克在战场的表现，评级贫铀装甲和贫铀穿甲弹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大杀四方。但是在2010年美军在将 M1A1 主战坦克移交伊拉克陆军之前，拆除了贫铀装甲和其他防护装置，选择使用一般的复合装甲来替代。这批缩水版的 M1A1 主战坦克在战场中多次出现被反坦克导弹和 PRG 机的战力，最终伊拉克军方决定选择一款新型主战坦克来装备部队，摆脱美军装甲力量的束缚。而在2016年中东战场上，一辆叙利亚政府军的 T-90A 主战坦克在巷战中被一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命中，但是却没有被击，在换装一层反应装甲之后重新投入战斗，这也让外界重新见识到了俄制坦克的作战性能。除了伊拉克以外，越南、埃及和科威特等国也加大对 T-90S 坦克的采购数量，并且俄罗斯方面透露，新型 T-90MS 主战坦克已经研发成功，未来还将继续出口中东国家。不过，对于伊拉克换装 T-90S 主战坦克，
美国媒体认为这将会极大削弱伊拉克陆军的正面进攻能力，在实战中会证明 T-90S 主战坦克只是一堆破铜拉铁，因为在叙利亚战场中 T-90A 竟然会被 T-72 打爆。